Good evening. Yes, very good. How are you guys doing tonight? Fine. 大家英文有进步呢，未歹。What's the news? Did you guys update the news international? How about the things regarding Japan? India's prime minister is visiting Japan, right? Anyone knows that? India's prime minister. Okay, I changed another subject. Do you know Shinzo Abe? Shinzo Abe. Who is Shinzo Abe? You know?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He started a request an increase of defense budget to 5.5 trillion Japan yen increase in defense budget. 3.5% increase from the former year. It's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defense budget. Anyone know this news? Raise your hand. Anyone knows about this news? Raise your hand. 怎么办？我英语够哈？不是，我刚才讲的是安倍把他的 defense 国防预算往上上升了 3.5%， 达到 5.5 trillion 的日本 yen。你们要回去要用英文去上网。哎，你有看我过去的演讲无啦？我一开始用英文跟你问，啊，你就要随时 update 就是中文没来跟我来 update， 更新最新的新闻。你要当议员，要当内阁阁员，你哪会知无知影现在国际现状是什么？啊，你哪敢怕中文去看？你永远不知道国际现状，你只知道中国对日本的看法而已嘛，干不是？我讲给媒体是什么？党的喉舌嘛，干不是？哎，大家都没有反应哦，这个血都流到胃里面去消化了。哎，你。哦，看到人数这样子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那种战斗的气氛起来啊？很强，对不对？啊，若是遐强，你心里就要准备好，同时你的实力也要准备好啊。那呢，哦，我甲你讲过，你只要用中文在思考，你就套在他的中文系统里面。所以为什么叫你用英文？就算不会，你想办法用英文打一个“日本”两个字。你看到的新闻 ，Google 出来全部不一样。啊，你若拍中文，中文拢是中国啊，不，即卖流亡政府在控制的媒体。你看到所有的中文新闻都是在骂日本，都在反对他唱衰日本。但是你看英文就是持平的观念。你去看中文的新闻，有关日本，有关安倍，都是说他三把剑。来，我上课，请专心，没有 discussion。然后晚到的，请尽快就坐。我们要在短时间里面把台湾人的上课的特殊教起来接回，我那时候说回到原点重新出发，回到大日本帝国过去的那段时间。我等大家静下来，来，尽快，后面还看到还有人没等。哎，请问在座各位有上过台湾史节吗？请举手。哎，请拍掌。没有上过，请举手。好嘞，那我都有上过，完美拜了。没有上过我台湾史节吗？请举手。没有上过的哦。啊，哦，那我说很好，把它补上去。有上过艺术史节吗？这样就，哦，非常好。好，那我们都有一些基本大家共同的语言。阿内利有知道我的贡献哈，啊，我都唔免补充真侪部分。来，请尽快就坐。我一旦开始讲，就很进入状况哦，因为我的课需要很多的 tension， 很注意力。我里面就是逻辑一环套一环。哦，来，在座各位，不是议员，不是要担任议员、参议院、众议员的，请举手。不是的哦。好，放下。是要担任参众议员，请举手。好，放下来。OK， 那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只问议员或那个都可以一起回答。
我们现在要执政，对不对？请问你，当你如果是议员，台湾民进会议员，你执政了，感觉人民的上大的请举手，人民上大的请举手，不要客气，把它放下来。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办呢？你能让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搞到这款程度？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今天来做议员是人民给你选出来的，是不是？不是啊，那是怎样人民最大？他也没投票给你啊，不是吗？你今天担任何德何能叠加做的做议员？是啊，所以不是台湾人民最大嘛，是不是台湾人民最大？对啊，是不是台湾人民最大？头脑要想清楚，我再讲一次，你头脑想不清楚，我就做议员，我做台湾民进会议员。你若听无我讲的话，不要做。我讲得很严肃哦。咱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状态？美军占领，但是占领地区的人民，哎，算出来嘞，不是算出来呢。美军军政府在咱顶款呢，咱顶款有人呢，咱顶款不是人民呢。你现在恢复的是战争状态，我们现在恢复的是什么？是不是战争状态？震惊的状态。你若连这都不知道，我都做议员，我直接讲，我说的很直接哦，我也不客气哦。如果这一点法理都好不搞不清楚，回去念法理，回去读法律，读个清楚再回来。我从来没有这么凶过哦。因为很严肃嘛，马上就要执政了，你不听话怎么办？你抓掉啊，你抓掉掉啊！授权的是台湾民进会啊，上面美国军政府啊，他授权的啊。啊，外口的人民都唔捌台湾法律的，伊来上大面怎？怎么办？外面都是流亡难民叫出来一顶人，伊来做你的头，你听伊的话准备安怎？怎么办？完蛋了嘞！完蛋了嘞！我讲一个简单，那拜咱的官方语言是日语甲英文迄阵，爱甲你吵讲，哎，想做是日语甲英文，咱袂爱讲中文。迄阵你要安怎？怎么办？听我讲，倒倒来，来下一个，再下一张。我来讲哈，讲台湾讲人民上大拢讲好小话，为什么？这里有几个人？30万人。你们当初齁，你们选出来的人当议员的话，代表至少60万人，这能不会啦？你青菜公共，哎，政治语言，人民最大，请问你60万人，你要听谁的？人讲个实在啦，你讲人民上大啊，这人内底每一个人声拢无同款哦，你要听啥人的声？这内底人声，每一个人互相矛盾哦，有利益团体哦，什么团体都有啊。有 interest group 啊，什么叫 interest group？ 既得利益团体嘛，也有那种跑单帮的啦，也有国教一家的啦。那你要听谁的声音？你要讲人民最大，还准备哪种啊？而且他们利益互相冲突矛盾的时候，你要听谁的声音？最后谁决定？我来讲哈，在台湾现在的流亡政府搞出来的人的思考就是安尼，人民上大，拢划界。那话给最好讲，一个人凶多啊，干不起，他自己来决定人民的声音是什么嘛？义正言辞讲，我这票收在，我就是要来做人民，我代表人民，怎么会是呢？结果现在狗屁倒灶的事情最多嘛，所以你话人民凶多一准，就是贪污的借口。再仔细听哦，不要小看这句话的意思哦。来，回到上一句，什么叫民主？来家就是接受思想改造，我没有在 compromise， 在跟你慢慢协调。跟贵体咱胸口不同款哦。我今天下午上台湾史节嘛，我是倒倒跟你讲，跟你勾结，慢慢把台湾人带来来对。但是你们现在下一步是什么？你的下一步就是进入我们安排你的位置的地方去喽，马上就上线了哦。你马上上到你的位置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就阵亡喽。马上阵亡哦，不用等到我们把你叫回来，你马上就在当地阵亡哦，不是贪污，
那就是出状况。就是这样啊，我讲的 很直接啊。什么叫民主？你来用中文去思考，那就完蛋了。就是民如民，人民当主人嘛，人民做猪郎嘛，人民最大嘛，民主的意思，中文啊。可是他从英文翻译过来，你知道？他英文叫 democracy。所以那时候，刘邦政府在中华民国还讲孙文，对不？他一开始还没有翻译这个叫德摩克拉西耶，他直接翻译那个字，他不晓得中文什么意思。可是你一旦中文，你就想到用中文字就被限制住了。所以在君王君主立宪制下是倾听的机制，不是治理机制。在共和国里面是一种集体授权委托机制，人民当主人。我讲解较简单的，我们再仔细听哦。政治决策、制定法律、如果晚到的话，请从后面进来，好不好？哦，政治决策、制定法律以及实施各项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需要深思熟虑和有条不紊的商讨复杂的问题，这就需要花费时间跟精力，根本不是广大群众公民做得到的。试问，有关运作国家的相关议案，哪一样是全体人民一起做决定？无嘛，一个国家议案，你免讲，讲一个较简单的代志，你出来在做决定就已经是一大堆问题了。更何况国家这样的事，我讲，如果民主是一个好的制度，如果哈，民主是一个好制度，为什么做新立的时候才不要用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要？如果啦，民主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为什么公司行号白宫？啊，下个月我们要制造什么都要投票决定，啊，这个月我们公司上班多久，大家投票决定，啊，公司老板由谁，大家投票决定。没多久这公司就倒了，对不对？如果民主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比一个公司行号还复杂几千万几万倍的国家机制的时候，为什么立委放心给一个民主机制来运作？你这样想想看哦，连一家公司行号都不敢用民主机制来做行立啊，行政陪下面的公解国家比那个复杂几千万倍的你要用民主制度来解决，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我们想象说民主制度是一个运作的制度嘛。黑子人说说我们怎么才获得人民的声音，是一个倾听的机制，要听人民的声音。我不是说你不爱听哦，但是你要选择性的听哦。那怎么选择？你怎么筛选这个声音？什么是可以听，什么是不可以听？透过什么法理嘛，法律嘛。你现在谁来家？唯一你跟外面目前在流亡政府里面执政人唯一不同是什么？你比他搞有不可能，在专业领域绝对不比他搞。啊，你凭什么坐那要做议员？你话你也看无啊啦，英文嘛听无啊啦。啊，想要讲你要做议员，凭什么做议员？怎么审查法案？你会计审核制度你也看无啊？凭什么？我来讲哦，凭两样。你要坐议员，凭你两样东西。哪两样？第一个，法理嘛，台湾地位的法理，你赢过他们嘛？你那种上过课啊，所以你对台湾的法理非常清楚啊。伊唔办嘛，他们那些外面一群人唔办，你再回来个这条嘛，啊这条嘛。因为你的法理正确嘛，第二个你的清廉操守，对吧？所以我们贪污是绝对吸引嘛，对不对？那你老公哇，那凭什么呢？外公，我们现在的状态不是平常状态哦，我们现在是战争状态哦，我们现在恢复的是战争状态哦，战争状态没有跟你讲哇，我们投票决定，秘书长有讲不？任何一个咱的地方政府郡啊还是州，如果说大家表决决定的时候怎么样，那就完蛋了嘞。不是表决啊，协商嘛，看不起协商到一个结果出来嘛，这没有在开玩笑，这是真的哦。我现在就逻辑一个一个跟你推哦，我一方面 deny 掉你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哦，起码你们所受到的教育都有问题嘛，我现在直接检视什么叫民主制度嘛。OK， 随便再讲一个，
前阵子不是打足球吗？有没有世足赛？世足赛一个球队里面上面是什么？最上面是什么？不是的，教练怎么是最大？啊，是谁最大？也不是经理啊，球队的 owner 嘛，拥有者最大嘛，对吧？那球队的拥有者的话，请一个经理来做你这管理这个球队嘛，经理再去选什么？选球员嘛，教练还没那么快哦，教练一定要选，没有错。那教练跟他讨论，但是经理是定大方向，也请教练，也请球员，主持人一个团队嘛。那他要对谁负责？对拥有者负责嘛，对吧？没错吧？所以你们换了位置就要换脑袋嘛。哦，你平常那贵气都素人，人家你笑你素人，真的是素人，因为你的俗客就像素人，像什么人？像一般的百姓，不是要执政的人的脑袋，你的思考方式都要盖起来。你的换的位置一定要换脑袋啦，不换脑袋还是这样子搞不清楚状况的话，真的都会担心的，替你担心的。哦，会替你担心哦。我刚才讲说，法理跟另外一个什么？青年操守，青年操守什么？贪污就是绝对不可以啦，那不用讲嘛，对不对？可是这就是他们要把你弄倒下来的方法，个人的，这个人的私事就不讲，但是连那个都要小心。哦，你昨天晚上在哪里睡觉？这就会变成新闻，对不对？你不在家里睡觉，你在哪里睡觉？这都是新闻，所以你个人的操守要非常清楚，不光是钱。所以民政府的官员每一个都要正直廉洁啊，如果不能担任这样的位置，趁早，我劝你趁早打退堂鼓。那因为像军队，所以我们训练方式像军队嘛，像军队一样，像一个 army， 我看得很有纪律，跟前几集比较越来越有纪律，大家头脑越来越清楚，这样的团队才能够走出去去执行命令。台湾人从来没有这么有效率，这么有组织的在建构一个，这里面过去都是怎样，两种国籍的人揽社会，对不对？没有共同的利益呢。但是在座我们每一个人清清楚楚，本土台湾人，对不对？台积本帝国的臣民，我们要恢复那个状态，大家要同，大家同心一体，都是台湾军嘛，对吧？我们头脑清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血统是 M17 四后代，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然后我们在执行什么被占领地区的民事政务嘛，对不对？是民事政务嘛， Civil Government 是民事，军事外交那都不是我们可以插的，我们在执行照顾这边台湾背景的任务。那照这个做这个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是听谁的命令？听上面给我们权力的人命令。那谁是台湾民政府的头？美国军政府嘛， USMG 嘛。如果不是战争状态，怎么会有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如果不是战争状态，如果是平常状态，凭什么美国军政府找来？就是嘛，我们就回到那个状态嘛。就算回到这个状态，我们的身份大日本帝国臣民，什么制度还由不得我们？所以我们是什么？君主立宪制哦，不是所谓的民主投票制哦。君主立宪是什么？咱来看，来往。来下再走，我们走那个 OK， 什么叫君主制国家，什么叫共和制国家？我们是属于共和制国家还是？来，大家认为是这个系统的请举手，那敢跨夺他认为我们是这个系统请举手，这才对啦。我们回去的是叫做君主制国家啦，有天皇的嘛，但是恢复大日本帝国被占领地的情况，台积本帝国他以前什么制度我们就是什么制度，卖个盖那么没资格去盖，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改这个制度，我们只能说我们慢慢回到，如果美军允许的话慢慢回到这个制度，那我们还是在过渡时期哦。待会我会越讲越清楚，我们还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叫做 pseudo 叫虚的假的模拟的，好像是可是还不是的议会制度，我们只模拟这议会制度做以后的预备，
OK， 我慢慢会继续讲一君主哈。君子制就是有一个 owner， 有一个管理者，就是他的百姓，那官黑是百姓哦。啊，美国在几年前，啊，美国立国的时候，他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英国对这个殖民地都敢抽税，抽个超贵啊！啊，你就抗议，就求其公，哎，如果我们不想缴税的啦，除非我们被占领的殖民地的人民有一个人代表在英国议会一尊。我们在被缴税啊，不然更改税在起，就直接撸抽撸当啊，所以他就跟他吵，最后打起来。最后呢，英国战败了，他同意说：“好吧，我们独立。”他们独立是什么？独立于什么？独立英国之外，对不对？啊，在新的建立的国家里面叫什么？人民。林肯说：“人民就是现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是吧？拥有就是最大的那个主权拥有者嘛。”但是就算是所有的人民都是主权拥有者的时候怎么样，还是要人管理嘛。你哪有可能几个百万人去管理一个美国呢？每一个人都有意见吗？那怎么最后还是要选出代表，所以他们还是用代议制来做管理的动作啊。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美国不管再怎么多少代下来，统治者永远是那些人，他不会一般人，当然有机会进去啦，但是你有没有听到有多几个大家族，这是累积的呢，不是任何一个人说要变成统治者都会当起来的。我跟你讲哦，真正的统治者就消失在共和制国家里面，他们消失在人群里面，因为都投票嘛，所以真正出了事情没有人负责，顶多是下台而已啊。可是过去你如果君主制国家的话，你有出问题你会怪这个皇帝，那不然后后把人叫过来。可是在民主制国家里面，你没有看到每一次，我讲一个较简单的啦，比如说洪仲丘案，哦，被虐死，最后大家都吵说，哇，要国赔，要国赔，啊，结果是谁赔？大家赔嘛。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被玩掉的感觉？哦，杀人也是你啊，赔钱也是我，还是我。啊，你花计小花撸管，你带来那边钱都撸这，就是安尼啊。所以他们就藏到负责的人已经消失在人群当中，你要给他抓出来，恭喜你都要负责都找不到了，变成大家在负担责任了。所以我们现在我要从硫磺政府给你做这体系里面拉出来，我们登记界的时候再去思考，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君主制国家跟共和制国家的话，会乱去，会乱掉的，而且人民熊多还是还多还啊。什么叫做上大？就是他的话算话，对不对？因到谁上大？老母上大，还是爸爸上大？拢现在，还是阿公上大，阿妈上大？诶，意思就是讲，一共为算话，其他人算不算话，对不对？他说的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所以你讲人民上大一种，人民说是就是，人民说不是就不是。啊，归起来投票就好啊，做民调就好了，最高分大家就按照这个走吧，真紧就倒去啊。紧跟这个国家就被外面就把你吃掉了，不可能的。来下一张，我们回到刚刚人很多那一张。所以在民主制度里面的投票制度是什么？它叫做把权力交出去的一个机制，把每个人把权力交出去，说你代表我来管理这个地方，是权力交托的机制。但是在共和体制里面是什么？是皇帝要听人民的声音，找些代表去听一的声的一个机制，不一样的观念哦。所以我们在讲说民主制度底下的议会制度跟在共和体制下的议会制度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哦。当然我们会倾听人民声音，因为为什么？因为这群是天皇的臣民，你不是他的管理者，你是他的管理者，可不是他的高他一级哦。你是在负责帮天皇照顾他的百姓，以这种态度你来当议员，所以你要听他们的声音，听人民的声音做判断，有智慧的判断。那中间需要很多的 decision making 的做决策，后面要考虑的事情我一个一个讲给你们听、哦、还有来 我直接走到另外一个东西，再往下走，我们走到再下去，再下去。
必须要讲美国，哦，因为咱被美国占领，啊，美国当然有他的 ideology， 他的概念，他的想法。讲到这，我必须要讲到战争。过去大日本帝国是君主共和制，没有君主制度没有错，哦，君主立宪制。讲到君主立宪，我们再回到那个天皇那个宪法那个地方，给他们看一段，再回到这边好了。你帮我转到天皇宪法。OK， 再下一张，还是上一张？好，上一张，上一张。OK， 来，1889年，明治22年2月11号，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向全体国民公布。这部宪法是通过天皇向黑田亲王首相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哎，那跟美国不相关哦。美国宪法一样，人民制定的，对吧？啊，大日本帝国宪法是谁制定的？天皇制定的，然后交给首相亲手交给他去实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咱过去是在大日本帝国宪法底下，干不是？然后给我们建立啊，被天皇被悬置，料在我们今麦状况状态嘛，对不？他是向首相亲手递交，我交给你，你去执行，对不对？就是所谓的钦定宪法。从此，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立定宪法，但是君主制国家是这个意思。OK， 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当天，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号实施。下一章。好，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组织架构。最上面是什么？天皇，又是元首，又是统治权的总揽者。这边有裁判所、枢密院、帝国议会，但你那有兴趣的就这个哈，国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有内阁总理大臣，那你来给 cabinet， 众议院、参众议院，他们那时候有贵族院、众议院，是为什么有贵族院？跟所谓的众议院，一直日本还有所谓的贵族，哦，他们在转型成这个的时候有一些贵族，他们后来改成叫华族，其实是贵族，哦，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差别。啊，贵族的话就是应该讲说社会啊经济实力上面是他上面阶层的，哦，所以在英国的制度里面就叫上议院跟下议院，那他们的任期时间都不一样，比较久，然后他们年纪要求要比较大，要乔贵细找回一雄照他的走，而且细找狗回一雄啊，众议院比较年轻，他们比较说平民，有点像是代表人民的声音，哦，这两个在议会里面出现，哦，啊，天皇是透过这个帝国议会，哦，海陆军这个，那这暂时不讲太多，我们再回到再往下走一章，有没有那个天皇的那个谕令？天皇谕令那个部分，哎，往上往上往上，天皇谕令有没不是在这里是吧？那再往下财政，不好意思，哦，我跳一下投片。这样就让你们一下子看到很多东西了，好吧？那我先讲这个好了，经济美国的好了，在美国制度，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哦。下面花一段时间大概简介一下美国。这个是一个3D 图啦，3D 图有三个方向。啊，这个地方是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下面底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就是整个政府运作的基础是什么？它是 federalism, civil liberty,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美国是一个不同独立州组起来的一个国家，所以每个州政府都有它独立的法律，也可以执行这个能力，不同州 independent state 加在一起，它的 constitution 是想办法叫做 federal 就是联邦政府，各州会不同的政府，各州会叫联邦政府，有美国宪法就是把这个联邦政府口州会的一个法律在这里面，你看 the constitution， 然后用这个基础来建构所谓的整个政府的系统。OK， 从这边看过去哈，美国政府有分为几大部分，上面 judiciary 就是司法方面的啊 judiciary， 然后另外一个 congress 就是国会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presidency， 那 president 就是美国总统，他下面下属他管辖就是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的话 executive branch and federal bureaucracy，
它有一个行政部门，哦，我们就行政、立法、司法，以后也是三权分立制度，按基本法是叫这些进行。OK， 好，下一章，我先，哎，有那个美国政府那一章，美国政府组织架构图，有个黄色美国政府组织架构图，再往下走几张，有个黄色的，啊，对，就这一张。哦，这就是美国政府，上面是什么 ？Constitution 下来，这边是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好，哦，啊，这司法部门啊，立法部门。好，哦，先讲中间这一块，总统 ，OK， 白宫，它下面有属不同的 department， 一个一个念哦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农业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商业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国防部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nergy 哦能源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哦健康，我直接翻了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ivision 就是跟啊住宅有关的哈，哦，还有都市计划 ，Department of Veteran 就是退伍军人部哦 ，Department of Treasury。财政部、哦，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交通部 Department of State 这有意思哦，就跟他有关系哦，希拉蕊以前就是 Department of State 国务院啊 Independent Attention 啊，任何有关于外交政策还有跟人家缔结合约的 Negotiation 部分都是在这个部门 Department of Labor 劳工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这就有意思了，这个要来一下，不是啊 ，Department of Justice 是什么？美国的司法部，美国司法部最往上看右上方是什么 ？Supreme Court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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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然后但是在美国总统的手下，哎，他那个在哪里 ？OK， 放在左上角啊，这是另外一个版本。Department of Justice represent 代表 U.S. government in legal matters， 就代表美国政府在所有的法院 legal matter 的事情上面，它会代表美国政府。OK， and the court of law render legal advice， 提供有关法律的建议跟意见。如果总统问他的话 ，upon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哦 ，head of executive department。然后他的头叫什么 ？Attorney General of U.S. 美国检察总长。这样你们开始有没有点概念呢，啊？这次要来什么？哎，怎么都已经讲这么清楚？我们这次来九月几号要来？现在知道了吗？他是属于哪个部门？知道了吗？哎，司法部里面的最高检察总长、副检察总长，对不对 ？OK， 那你就知道了嘛，哈。Attorney of U.S. the Chie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of Federal Government， 他主要的 Law Enforcement 执行法律执行的最高的那个位置的人，就是 Attorney General， 非常大哦。他执行法律都是一叠执行的。过来，他是 Head of， 他也是什么 ？FBI 也是他所辖的哦。美国 FBI 知道 FBI 吗？联邦调查局。那另外一个叫 CIA， 你们每次都搞混。中央情报局是跟国际有关的 ，FBI 是美国 Federal 的，啊 ，FBI 啊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Principal Law Enforcement Body INS， 还有 Immigration， 像移民啊这些 Neutralization Service， 哦，还有什么 Drug DEA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这些都是属于 Department of Justice。都是美国司法部底下所属的不同部门，你都要开始对所谓的政府部门要非常有敏感度哦，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变成政治人了，政治不是台中州长政治人，嘿，已经变成劲敌金部的，所以你换位置换脑袋，你就要对这种政治跟权力的分配非常敏感，哦，你要知道你的上面是谁，你的下面是谁，你的左边是谁，你的右边是谁，要有敏感度哦。你到任何一个单位下去的话，你跟谁报告？你的上面上级是谁？
你下面是所辖是谁，你的左边右边可以帮助你的同事是谁，你到任何单位都要做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分配到你的地位置会给你什么人事权，对不对？还有个财务权，对不对？这两个很厉害的呢，这两个权力是很大的权力，几乎你到哪里就可以执行，对不对？这个权力没有人可以跟你做什么啊，不然那我宰掉几千人就去控制这个。我还讲，美国政府这下面所辖300万人，美国的领美国联邦政府薪水的公务员300万人，300万人哦。那美国总统一上任之后，他怎么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控制这300万人？哎，这是贵体总统老来人呢，但是他叫做 bureaucracy， 叫做官僚体系。好在这是官僚体系，但是美国总统可以做一件事情，在短时间里面掌控这300万人，做什么事情？就是任命这个不同部门的头啊，不同 department 的头都是他任命的。美国总统他可以有权用行政叫做 executive order， 他可以下命令，也可以做人事调整。三千人就可以统治这300万人，再统治美国的2亿人口，这就是权力的分配啊！你要知道怎么样一个人当上总统，怎么在短时间掌控所有的情况，马上面对国际外交国内的事务。你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概念的话，你没法都去执行嘛，必须要有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的执行力才可以嘛，不行就换人，不行就换人。阿贝现在不是在做内阁调整吗？9月3号就要宣布啦，新的人事内阁命令要出来啦。你们现在都要注意这种新闻呢，别再登一块什么8点档连续剧，不可以再看那个了啦，没有出息。政治人物回家不会看8点档啦，要知道国际新闻嘛，现在日本在做什么，我们要随时追踪嘛。就是我跟你讲哦，在国际上发生的事情跟台湾会有关系。我随便再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他通过一个政策好了，我讲一个简单的。最近不是大家流行说讲，我待会再回来讲这个，我记得要回来。节能减碳啦，最近很夯啦。那有的人就提议说，那我们刚才通过一个法令，说的卖场温度上升2度啦。哦，3度到27度、28度，啊，那不是节能减碳，那没鬼灵气啊！你说这个政策好不好？好啊，节能减碳哦，傻瓜！你这温度到这么高的话，比我家还热的话，我想到我都还可以卖场买东西，我在家里上网买东西就好了。卖场的病都没人，啊，你走门也没有下人，你是不是马上，动一牵一发动全身呢？如果我们的议员做错误的政策，结果是这样子呢？那你怎么知道这法案是不是对的？我公检很简单问题，你怎么知道上升两度是该做还是不该做的？你拿什么来评估你要做什么决策？哦，在座各位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跟你讲，如果这样做下去会有这个后果啊，会产生的副作用、反作用力，会造成经济萧条啊，卖东西都拍卖啊，啊，行李做物件没人买，怎么样弄？大家都懒得动嘛，就在家里面吹冷气就好了嘛。外面热飘飘，想要被去卖场买物件，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嘛。啊，等到已经发生了再来收回来可以吗？想完了嘛，状况已经起来，你要让经济起来以后又给你下去再起来，哪那么容易可以拉起来的？经济可以这样的，你水在你滑，滑起来就起来，滑落就落，不是这样的。来，所以我要给你们补充一个基本的概念，对经济体制的概念。来，回到那个经济的那个大图，三角形，倒三角图。台生帮我抓一下那个经济的那张图，最前面，最前面，最前面有一个倒三角，啊，对，就这个。有这个概念以后哦，外公，我的议员是要活络经济嘛，才会有民生嘛。啊，你做错误的决定，大家一起被碳上面挤。你说要倾听人民声音，你好好照顾他的。吃饭睡觉就好了嘛，让需要的你要提供给他嘛，这才叫做倾听人民声音。然后我先给你一个基本概念，这个整个资本主义叫做现代主义 modernism 资本主义运作的系统。16、17世纪的时候，在进京，大部分的东西种田啊，养牛养猪啊，然后再缴食物稻米到
王宫去嘛，对不对？然后在王宫再配给回来养人民嘛，哎，贵气，黑暗时期。但是呢，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 Enlightenment 启蒙时期，启蒙时期就是人类发觉在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秘密，你一把它解开来之后，哇，好多好东西在里面哦。举例来说，恁家喝滚水对吧？哎，喝滚水会产生蒸汽。几啊百年来，几啊千年来，大家嘛喝滚水也冒蒸汽，有什么了不起的？偏偏在十六、十七的时期就很了不起，为什么？他用这个来做 combustion 内燃机啊，蒸汽。有些科学家有较巧啊，用这制造成一个内燃机，就产生机器运作，哒哒哒哒，对不对？机器运作，所以以前做一双鞋子，一个人一天做两箱，上多啦，做两箱啦。啊，机器运作之后，一个人一天可以做一千双啊。对不对？大量的制造，大量生产，在短时间里面又利用机器产生很多东西，利用机器交通普遍，对吧？所以第二部分 technology 就出来了。经过基本的科学的研究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之后，产生大量的科技，再用这个科技做什么？制造很多东西，这东西就拿到市场上去卖啊。市场上去卖的话就 marketing， 到市场上就直接产品给人家选的时候，你再弄一个金融体制，让大家花钱去买，就赚了很多钱。这个钱再回馈来做 R&D， 然后再制造生产，这样就开始嘎起来，对不？整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就开始转，开始嘎。在嘎的过程当中，一开始 insight 就是你做科学研究，给人对大自然有一个洞见力，看到好物件，基本上都是这样哦。研发都是从大自然里面找到哦，有新的东西，哦，新的能源的使用方式。哦，带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制造新的科技。科技给人类 power 能力，啊，这个 power 之后就给我们什么 reward 奖赏。因为这样的 power， 我们产生很多的奖赏，那我们从中得到好处。就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在滚动的时候， ignorance was overcome， 现在文盲就变少了嘛。你要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要什么大量的知识，你才可以使用产品嘛。随便讲，手机过去我要跟一个人讲话，我要背两粒山啊，讲了都要背两粒山倒回来，现在变了，手机要卡一路，而且我还可以直接看到对方啊。我过去想说卡手机就好啊，想到这个智慧型手机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吗？我们都走过这个历史嘛，手机就讲电话还有什么功能，就没想到智慧型手机出来了，刺激我们的需求啊。所以我们的上了年纪的人要想办法去研究哦，这几项目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学会怎么用 LINE， 用这些不同的，这是不是要需要更多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平白哦，所以大家都增加 increase 你的，就文盲就没有了嘛。大量的知识就 spread out 嘛，因为卖东西，大家就去学习，大家知识就文盲就减少了。Disease was cure， 过去哦，像这样伊波拉病毒，对不对？很危险，对不对？哎，过去是无解呢，为什么无解？有人要研究啦，没钱啦，啊，也没有设备啦，也不能短时间解决了。但现在有钱啦，所以大量的钱会投入在 R&D 里面嘛，去解决问题嘛。所以因为疾病就减少了嘛，过去动不动就十几百万人，基本上不会干代志啊，都会控制疫情嘛，都是拜这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在动所事嘛。第三个 ，poverty was， 基本上没人死啦，你若轻走轻重，不会饿死的情况跟过去那个年代不一样哎，过去那样子是饥荒一下全部饿死，现在不用，全世界东西运来运去，马上给你补足，对不？啊，金马被矿掉一罐 poverty， 除非在战争状态啦，或在非洲一些小国家啦，大部分都不，即使甚至于非洲小国家，大家国际人道救援组织也马上送到那边，给救下来嘛。接着以资本主义运作啊，啊过来 ，human right awareness， 贵体没有在注重人权的啦。起码就是因为这个资本主义运作，大家注意每一个人嘛，我资讯很通嘛。谢朗哦，起码 ISS 底下做种族屠杀，奥巴马马上知道，马上派兵给他轰炸，控制他那边的情况，对吧？哦，是不是人权获得保障？马上消息就传开来了。War was rendered， 战争也虽然战争没有停，但是战争的形态跟过去动不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瓜贼狼，第二次世界美国南北战争死多少人情况不一样，没比较没有那么残忍的。对不对？大家用新式的科学武器，基本上都是斩首行动嘛。关键人物台要结束了嘛。譬如伊朗攻上，他有什么核弹 project，
很可怕，对不对？大家都很紧张。就没想我对这新闻，对不几天，哦，说那个核弹的计划主持人上班的途中，我觉得会炸弹来，嘣嘣戏啊，那这个危机就瞬间解除了。现在战争形势这样子啊，美国现在就对 ISS 刚好派军队去，变啊，就像无人飞机告下，他把他们关键的几个阵地啪啪的结束了。那不是说他有一个水坝被控制住吗？啊，基本上是不是又抓回来了？你们要随时 update 一下最新的国际新闻哦。你知道这个才知道自己哦。哦，那如果这个巨轮后来讲停止不动或者慢下来的话，这个世界完蛋了，马上完蛋哦。这个经济巨轮是有个速度的哦，在跌尬哦。你不管经济稍微迟钝，马上民生就出现问题嘛，经济就开始乱了嘛。对不对？物资就开始缺乏了嘛，所以这个轮子人类一旦选择走这条路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呢。他一旦崩牌，人类就回到原始时代了，又回到基本的时代，因为没人被做物件啊，现在被做物件，又没有钱回来，所以这个机制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系统，目前是这个啊。那为什么美国人跟我们说，民政府执政以后两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做，第一个全部台独啊。第二个是什么？变成共产主义嘛？啊，你要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不能做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不好了，没了。那共匪都要共和清澈，共产主义是这个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敌人 ，antidote 就是反这个轮子走的方向。那我问你，为什么它是反这个的方向？让这个资本主义旋转的力量在来自于哪里？第一个，穷人要努力往上。你干不干好，我只要努力我就改善我的生活，只要努力我可以得到什么，得到什么，所以叠矮开朗想办法往上爬。那在上面的人的话有享受不完的好东西，一直不断的供应，所以他想越买越多。所以有人说资本主义很邪恶，拍谁哦，但是因为这个邪恶让这个轮子开始转动。那怎么让这个轮子不转动？有钱人都去吃斋念佛，都去假手啊！现在我们讲都没有兴趣，五个欲望全部砍掉了。真的 啊，不买东西，那这个东西要做给谁？没有人消费，这个轮子怎么动？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穷人觉得很满足。善恰郎、宋永郎被邀啊，有三拿清，现在我们讲政府用来负担好，这个轮子就停住了，因为他不要努力了嘛。穷人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不努力了、啊、哦，穷人就可怜那个战争好不好？不好意思哦，你要小心一个动作哦，这个会不会让这个轮子停滞哦？为什么？嘎北开嘛，穷人不要工作了嘛，因为他、哦、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日本现在不是有流行一个概念叫做下流社会吗？下面一个下流社会，就是现在日本有一群年轻人哦，就住家里了，他一个月就随便打个工赚10000把块哦，啊，现在上网很便宜嘛。所以你在网络上可以看所有的嘛，对不对？他、啊、跟朋友卡拉 OK 打的本本的不挂这集嘛，啊 ，Uniqlo 被秀给杀嘛，打折扣的时候很便宜嘛，啊，吃饭吃 Seven Eleven 便当嘛、啊，一个月快快乐乐就过去了。告诉他努力，他、啊、上班还被人家管呢，还要准时上班，他也就是说他要往上爬要付出的代价，远高过他就是这样的代价、哦。我们到几点？台生，你在提醒我吗？我们到8:30嘛，哈 ，OK。我会调整时间，是啊的。OK， 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吗？那这个，啊，这个下流社会就是造成日本最大的负担，因为这年轻人不要工作嘛，我想到要去工作，我做工作我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我逼着每天要9点朝9晚5啊，哇，去大个叫人骂，啊，规矩都卖走，就是安尼，就是下流社会啊。下流社会的现象是这样的，就是经济就有问题了。那上面的人也要想办法啊。我跟你讲哈、哦，共产主义就是满足这个穷人的需要嘛，对不对？你没努力，我全部都给你照顾所有的人，大家都支持我、啊，对吧？啊，有钱人打压有钱人嘛，共产主义来的就打压有钱人。哦，这个红五类斗倒他。对啊，共产主义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让大家都是均富啊。啊、这个就是等于让这个资本主义的轮子停下来啊，停下来的话，人类的灾难就开始了，真正的灾难就开始，就回到很原始的状态，开始修台啊，来抢夺资源了，就没有文明的世界了。
那时候在做你所有所学的东西，在未来的野蛮世界是完全没有用哦。刚靠技术不好，看用的人靠不来哦。那时候就弱肉强食的社会就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观念有了之后，你才可以回来讨论你所谓的议案呢。你没有这种观念，你通过的法令是在把这个台湾的经济拉垮呢，不是吗？你如果说好啦，我们照顾穷人啊，每个人花多少钱啊，啊，大家都没干亏啊，都在出来带动人，让你要急啊，这样好不好？不对吧？你要想方法把钱送到他口袋，但是要经过他的工作嘛，他要 contribute 这个系统嘛，他要贡献什么？我好，你来公园里面打扫，我给你高的薪水，这样可以吧？这样总可以吧？让你制造嘛，让你贡献在这个系统里面。OK， 讲到这个，我才要讲接下去的事情。在这个里面，资本主义星座里面才有所谓的民主机制啊。真正民主机制是在资本主义里面建构起来的。真正的 democracy 为什么要这样子？民主机制，外公啊，在这里面哈，我有一种东西叫做惩罚性的，就是这样讲好了，贸易障碍。什么叫贸易障碍？你是不是经常叠新闻看到美国说我们要打破这个贸易障碍，什么关税啊都是贸易障碍。什么叫贸易障碍？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有贸易障碍，贸易障碍就是说政府用他的力量保护他国内的产品，这个产品如果放到自由市场里面没有竞争力、哦、如果真的放到世界的市场里面，他没有竞争力，所以他保护他。保护主义对我们来讲好不好？当然好啊。可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系统里面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有些人得到不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在这系统里面做得好的人得到惩罚，做得不好的人得到奖赏。哎呦，又不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没做下好，比如说中国他在保护政策，有些产业我不准你美国进来，因为他有竞争力，日本也不准你，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啊、日本把努力把产品做得很好的时候卖不掉、啊、是不是惩罚？对啊，我在系统里面没有得到奖赏啊，我努力工作为什么没有奖赏？反而是惩罚啊！我青菜欧北乱走一阵，弄别就好哎，就是政府 subsidize， 政府去补助这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现在了解了吗？当然，你以保护政策来攻，我保护人民，那是国家战略，但是迟早要开放的，迟早要开放的、啊，这样才符合所谓资本主义的运作、啊。所以你可以一方面说我听人民的声音，人民都给我按你走，所以我要保护我们的国家产业，农民站起来反抗，不准美国的牛肉进来台湾，有点花、啊、可是你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 anti 这个 capitalism 的一个动作嘛，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所以为什么这些事情很重要？比如说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很重要。我举个例子，我现在讲的是很 practical 的事情，很实际上的问题哦。你们都知道消费者报道，对不对？消费者报告，你被买一个东西、哦、我要买电视，我现在上网查，我、哦、现在排名第一什么第二第三，对不对？他们不同的项目有什么好处比，然后再比价钱，这就是资讯透明化的一个好处啊。所以让最好的产品获得最好的价钱啊，越烂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啊，这个机制才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这机制没办法产生嘛。所以 internet 是好的，internet 让每个人得到足够的讯息做正确的判断嘛。如果你控制政府来控制媒体的话，那就不对啊，人民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这就不是一个市场运作基本要的条件。那怎样哈？所以美国为什么他走到哪里都在讲人权 human rights？ 那为什么安倍最近又鼓励女生进入职场？当然啊，从另一个角度刚说，哎，这家庭这怎么办？这个结构会被破坏掉，哎，那是另外一个 issue。但是从经济的角度看，短时间里面如果妇女完成她在家里面养育孩子的责任之后，她进入职场当然是欢迎啊。为什么？就增加 participation 参与这个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成员嘛，增加这个就是在短时间，因为日本现在人口老龄化了嘛，对她没有竞争力，那你也不可能马上生出小孩子就可以去工作嘛，所以她最后最急切急迫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大量的妇女进入职场。当然我们同时也发觉这些女性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啊、她是刺激经济，大部分买东西是杂波浪就搞背啊，对吧？他们也同时也是 contribute 贡献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才对哦。你不可以急干，你要赚钱没买消费哦，
那在资本主义观念里面是错的哦，不是在那停止哦，在资本主义是鼓励你制造生产，鼓励你消费，现在知道吗？我们跟过去的观念节约节省那也不对耶，怎么会节约节省呢？你要适当有智慧的开花钱嘛，有智慧的去使用，这样才对嘛。有人说哦，现在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运作产生很多副作用，比如说污染啊什么啊， OK 的，这表示什么？它转得太快了，有些污染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应该用更新的科技解决污染的问题，不是因为有污染我们就把经济整个运作停滞下来，知道吗？你如果不准制造生产，你看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又变成什么样子？没有错，有一群人在支持这节能减碳，但是你同时要考虑到这个运作，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百姓可以做的决定？不行嘛！我今天只是跟你讲经济一些基本原则而已哦，这已经很复杂到连打雷各位可能在开始想很多事情了，因为你已经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换了思考，换了考虑的内容了嘛，就不是单纯我明天要上班，我的工作权有没有得到保障，我的住屋有没有得到保障，不是这个问题了呢。你现在一考虑已经是整体的打完名就台湾这块土地上居住人的利益了呢，你不能为我自己一人之私来修待机了呢。一方面，所以我说增加你的 capacity 能耐就是这样子嘛，你被迫要吸收大量的知识嘛，经济的部分合理啊，个人的专业知识加上去，政治的那个敏感度要有，你照宰掉去执政嘛，要不然这素人能够做什么？素人就是我不讲你不知道的东西啊，我不跟你讲，你敢怎样去投？啊，你有去投料是不是不一样了？当然是啊，你下次去做判断政治决策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很多了。哦，啊，这走路去啊，白台湾是安怎？台湾经济农业方面会怎么办？啊，工业方面会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考虑啊，电力呢？啊，电力怎么供应呢？这个就是全盘考虑啊。这议会不要说傻傻的想，那唔知那边去牙手啊，打人家塞人家哦，丢丢丢啊，那开始乱闹啊。你如果有这些知识，你才会下正确的判断嘛，对不对？要不然叫内耗啊，大家讨论老半天什么都不知道，刚才要用来用去的比意气哦，这人 get 起也有东西处理。我们现在理性的讨论嘛，很理性的 discussion。我们虽然民政府一样嘛，我们拿出来的是历史上的文件，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科学的证据啊，逻辑的探讨，就是这样而已啊，没有其他。不再说哦，台湾人哦，起来哦，哦，来上街头啦，来抗议哦，那不是嘛？这个是很 practical 啊，很实际上跟咱台湾这个命运共同体，起码真的叫做命运共同体。你拿到台湾民进会身份证了，咱都真正变作一体，命运共同体。咱都要考虑咱台湾人的后代，咱的后代变安怎？咱这阵人真紧内底一部分慢慢退休啊呢，啊，过来变安怎？你怎么承接传接下去？你的知识怎么传给下一代？你现在形容一个叫一个少年人要来接，要怎接？你要给他讲什么？你敢有准备好？我们在这一代吼，我们在建构一个系统，我们在做一个典范，我们直接做一个典范，一个 prototype， 一个新的一个 model， 透过这个 model 要 secure， 要保障台湾人的未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啊，我讲讲到这吼，我不知道好啦，下一章啦，没办法讲太多啦，再走再走再走。真的语重心长，真的语重心长，希望大家都能够吃进去，然后变成你们的。我希望大家都比我更强。OK， 啊，来 Department of Justice， 来回到这个 Attorney General， 好，他的副检察总长叫做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然后 Solicitor General， 好，那不一样 ，Associate Attorney General， 他负责的部分也不一样哈，这整个美国司法部门的不同的 Department。Office of 什么、哦、你们再回去上网去查就有了、哦、啊，自己去 update 去查资料、啊、每个都英文对照组。我上次跟黑熊部队讲，你要碰到美军他说我是什么 rank 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位阶是什么，
你把它什么都搞不清楚哦，那个共享量我们在哦，你至少有这个架构，因为我们直接要面对美国军政府啊，美国的国防部啊，美国整个系统是怎么运作，你要了解啊，不了解怎么汹涌都不要呢，一口人都要去啊，那有可能。来，下面下一张，好了，我们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美国宪法，在写美国宪法之前有一些概念蛮有趣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Preamble to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establish justice,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他说为了要形成命运共同体。台湾人很爱说啊，大家好好相处跟北赛，好跟北赛。为什么？这土地上两种人，不同国籍人，不同的效忠对象，怎么能够会有共识？不可能嘛。那有一个很天真的国家，真的是这样想。我们叫它叫做北欧的瑞典。瑞典真的是很天真，天真到个地步，欢迎所有的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居住。过去的政策是这样子啊。天真到一个地步，现在瑞典的人口20%-25%是外国人。啊，这外国人是从北非、非洲、中东地方去的，所以你现在没法说瑞典人是金发蓝眼珠啊，没啊，1/4的人口都是外国人，啊，他们还很好生，外国人又比他快，所以我跟你讲，不用出一个世纪，瑞典会不见耶，我说叫瑞典人的蓝金发蓝眼没去耶，因为他们自己人不生，然后外国人猛猛黑细命生，这就是一个天真的人口政策的结果，你们要注意哦。人口政策是什么？欸，你要留 M174 的后代啦，这个种要留着啦。啊，不，真紧的，什么是台湾人都讲不出来啦。欸，我是都要来的，论男做伙啦，就没有真正的 true identity。上过台湾史节嘛，你怎样你是什么血流的列来对，对不？你要这个清楚的认同啊，我们保护这群人啊，对不对？不是把它灭掉嘛。所以我们人口政策要关心每一年有多少人要来台湾住。每一个人有几个人嫁来台湾的，我们这都要考虑耶，这跟国家安全有关的呢，不要那么只注重人权，不考虑族群的生存呢，命脉呢，你不然这方面过得就屌哎，就安的呢，这个就不是你可以天真的起来了，你在议会通过法令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啊，干不是？啊 ，establish justice， 过去欢迎中国国民党开的啊，当然嘛没有 justice， 但是自今嘛开始 insecure。Just domestic tranquility 啊 ，establish justice， 确保啊各州的和平啊 ，provide for the common defense， 提供群体防卫。当然，现在从美国来替我们提供，让免责啊 ，promote 所有 OK，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哎，过去哈，日本人统治台湾，没有所谓的偏远地区哦。例如听国民党来的偏远地区，屏东偏远地区，台东偏远地区，欸，岛才这么小一个，美国那么大就没说偏远地区，跟我说加州偏远地区，德州偏远地区，没有欸，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嘛，中国想以外都是偏远地区啊，日本人来没这样，他短短几年之内，全岛的建设全部铁路完成，港口北南澎湖嘛，给你加一个州厅都有啊，每个地方的人百姓都是天皇的臣民，每一个人照顾会到，那我讲这个所在是偏远地区，照顾袂到，无这款代志啦。这都是无甲台湾人当作伊的人嘛，啊，当然你都无当作伊人，你都唔是阮的人啊。现在知道了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真的叫命运共同体哦，我们会照顾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哦，都按你来扣入在那政策法案，没有什么偏远地区哦。确保 secure 自身及下一代。哎，功德这个功德种族灭绝，你有上过我的课，我讲过什么叫种族灭绝，包括把你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受教育，也是种族灭绝的一部分。为什么让你念到要上去有中国人教？为什么要考中文？为什么要念中国历史？不对的嘛！我们是被你占领，你别这样啊！你 AIT 想要放这点人，安尼搞拢领地，这个不是咱讲的。这犹太人在几年前，他被种族灭绝之后，被种族大屠杀之后，他提出来的啊，说这是基本人权欸。我们是一个 unique people， 我们很特别的一群人呢，是血统上跟他们不一样的一群人呢。我们的小孩子当然要受到我们的教育啊。那你讲上帝有中国人去管，不管咱教出来，你那都不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嘛不会讲，不一定讲台语哈。那是
希腊雅语啊，已经失传了。但是咱即马讲日语、讲英文是咱的官方语是合理的啊，安尼才对啊。所以我拄只讲，如果人民讲，哎、欸，咱来讲中文，我讲拍谁哦？那我们是谁先搞清楚，再决定你要讲什么话，对不对？先搞清楚我们的法理地位是什么，我们执行这个政策当然是理所当然，叫做名正言顺，名都爱正，你讲什么话拢嘛出嘴拢袂惊啦。啊，你若名也无正，讲话拢理了啦。凊彩的，我们叫公道理，名正言顺。啊，咱是虾米人，做虾米代志，理所当然。我们不是支那人呢、啊，我们不是支那人、啊，很清楚。我们让美国清楚知道，我们不是支那人，不是叫黄黄条金讲的，我们不是。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不是，我们不是支那人、哦。好，下一张。哦，这就给你们看几个照片，在英国的上议院下 ，Upper House。Lower House、哦、在很久也1706年的时候英国的议会、欸、再来我们穿着打扮吃穿喝就要有议员的样子咯，我会跟大家讲 Lords、哦、那个地位不一样哦。我们贵族难民嘎嘎都没特殊去了，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欸、以后是台湾人的贵族呢，令在座各位每一位，我们现在是我们的训练没有达到这个位阶，可是的我们的位置已经到这里了，所以我们想办法补我们的能力到这个地方，好不好？让我们服民也啊，叫什么？名副其实啊！那你名跟那你实际上实力倒开啊！来下一个，这是美国的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他按照州人数人口决定 Senate， 就是因为美国还是保持它是每一州独立，所以每一州有两个代表，不管州的大小每一州都有派两个代表，所以它有100名的这个 House Senate、哦、那也有 Representative 美国国会啊，它 不同的这个 Mark 在这边，他们都不同的、哦、一看到这个徽章就知道它是代表参议员还是众议院还是代表美国国会、哦、下一个哦、这是日本，这是今麦日本，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哦、再讲一次，现在的日本国拿了新日本帝国 新日本宪法成立的新日本国参议院众议院48022 OK 下一张、哦、这就是大日本帝国那时候的议会，来下一张拍谁、哦、到时候你上网去看。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所谓民主国家一样运作，很简单嘛，因为要知道我们所恢复的角色自己的身份，重新调整心态，我们的真实身份仍然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因为战败而处于被美军占领战争状态底下，无法效忠天皇的无国籍状态，要不然你怎么会拿 travel document 啊，你怎么会拿旅行证件啊，你没有护照耶、欸、我们是拿旅行证件进出台湾的呢，那叫什么无国籍状态呢，知道吗？无国籍状态，你没有国籍，即使台湾澎湖诸岛美国民政府下的议会制度也是 pseudo congress， 就是我刚才讲的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is not， 假装实际上不是 OK， 我们有这功能在运作，但是不是真的大日本帝国议会下的成员，但是我们现在做衔接的角色，我们准备一旦美国同意，一旦大日本帝国这个大日本帝国恢复，我们就接上去，但是之前不行，因为上面有个美军来决定所有事情、哦、所以我们能够扮演角色什么，我们台湾民政府台湾 civil government 是被占领地区人民所组成的民事政府，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改变原先所属大日本帝国所设定的制度，不是你现在当走的 OK， 我们民政府是被占领地区人民所组成的民事政府 civil government，我们目前议会制度是仿效大日本帝国议会，参考美国系统尝试运作，尝试运作、哦、方便在未来一旦美国主要占领国同意之后衔接回去大日本帝国系统。这里我待会讲一个特别我记得、哦、就算大日本帝国台湾人想在这块土地上自治，也要照规矩程序进行，无法造次，先恢复前大日本帝国的系统，并且要在天皇同意前提底下进行改变OK， 有趣的事情发生哦，因为这一期人家贼我直接讲，
人间宣言，你知道不？两颗原子弹还不够厉害，真的把大日本帝国毁掉的不是两颗原子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间宣言。大日本帝国以前天皇是好像那个神一样，神道是建构整个大日本帝国的主要的架构，是一个宗教跟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所以麦克阿瑟叫日本天皇在他旁边叫他宣读人间宣言，就是说我是人，我不是神啊。这个事情很严重哦，神已经变成人了，而且不能回去，也不能有一天天皇说我又是神，不会了，而且已经是人了。所以我们衔接不回不了原来的真的大日本帝国有天皇是神那个位置哦，这就有趣了哦。这个我不讲太深哦，来，就算大日本帝国 OK， 但是天皇还是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头嘛。哦，战争时期的议会 Know the game， 这是平时议会。平时议会的意思就是 popularity，就是大家投票来决定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来担任议员，这是平时。可是我们是战时议会，战争时期的议会，战争时期的议会就不是投票了，战争时期就是要执行命令的议会，了解吗？战争时期的议会跟平时议会不一样，平时就成平时期大家投票哦，人民来选哦。所以你二十年免算了，二十年后你做议员免算了，做到你退休，你当时要退休谁在你？这是安尼来的了。那凭什么人民安尼给你呛声？你凭什么做议员做鬼死人？拍谁？战争时期，台湾民进给你这权利做议员，给你做到老，做到你无爱为止，是这个权利，我们才有办法安尼做了。哎，就是因为战争时候才可以说什么死刑、鞭刑呢？你雄勇，我头一届雄勇听我嘛惊死。我讲哦，这是什么组织啊？动不动就是鞭刑、死刑，那、啊、怎么都不注重人权？后来你怎样？这是战争时期了。说哦，原来如此，战争时期非比寻常，就用特殊的方法来执行，才可以完成战争时候的命令啊！不，你有建书记啊？那如果大家在做决定说啊，这个要讨论几年才决定什么，就完蛋了，对不对？你的战争就不用打了。现在我们是战争时期，才有你现在说的议会，才有你现在被授权的状态，是这样啦。来了解这样很清楚了。 OK， 这边有一个有趣的，那时候的议会的评估标准， During the war the revolution rests how it persecuted the war。战时候的议会，在美国那时候有经历过，有一个战争时当的议会，这个议会怎么决定，就是他如何执行把战争好好的完成掉。那么是嘛，我们评估你这个议员执行的好不好，就看你可不可以有效率的执行你被赋予的任务跟命令，用这样来评估你。不是说人民把你打头黑罐来评估你，不是这个，是评估你怎么在战争时候每一个人分配不同的角色，好好执行你被吩咐的那个角色，这叫战争时候。还在哈，来下一张。好啦，跟我这大家都看过这图吧，我只是在 refresh 大家的记忆力。那你下面两队都要来，怎样哈？哦，乌鱼就来对吧？啊，加中支那些说来中原地区是三米两龙照一下对吧？所以谁是杂种？中国人是杂种对吧？啊，我那是教学讲，我无骂人的意思啦，我没有骂人的意思，是真的。哦，啊，你血把它抽出来，所以台湾人去拜中国人是祖先，就是白做对吧？真正白做就是安尼嘛。咱的祖先在这四万年，你无去拜在咱这四万年的祖先，去拜中国人的祖先，就是白做，安尼知无？这样很清楚嘛？这是科学证据，也没什么好讲嘛。哦，我没有要骂人的意思。那他们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哎，讲到这个，我要提醒一件事情：中国人不是我们的仇人哦，隔壁还中国。虽然讲看到中国人就起面，真正台湾人是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对咱不好，台湾人是因这点人嘛。过去甲咱加工去仇匪恨匪恨中国人是嘛，是这点人搞搞嘛。啊，即马甲因相好啊，反过来过来咱拍嘛，是这点人嘛。啊，恁想到去往咱算计，你议题被人家设定掉了。我来讲 ，man， 我们跟中国保持好的关系，因为以后要做生意，咱都爱趁钱嘛。可恶的是这点流亡难民的人嘛，
给咱骗嘛，给咱糟蹋嘛，对不对？是这一群人嘛，改变我们语言，改变我们国籍，发我们护照，就是这群人嘛，给咱骗嘛，伊就要苟延残喘在台湾卖册，佫唔知影嘛。那过去无知，现在醒过来了哈。来下一张，这个资源回收人呐、啊。那基本上法告面对就这群人，我这一次哈、哦、多一点时间介绍什么叫资源回收人哦，就是媒体是好公给嘛，资源回收人就是每天只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嘛，春天都没被灌嘛，啊台湾法告一定两东西啊那嘛，每天只是啊民政府怎么起来他也不管嘛，因为他只管每天明天要上班的，没有说我讲九公来叫啊，班车死的啦，每天有个上班，你哪都要上去补习班，这就是资源回收人啊，你唔知甲台湾。这么有切身关系、这么严重的事情在发生、在进行，关键时候的关键事情一定要做吗？哎，不在乎，就是安尼哈。啊，头给我砍掉，以后我用这个哈、哦。来下一张。OK， 资源回收人哦，不要讲他没有效忠对象，我是说政治上他没有效忠的对象，但宗教可能有啊、哦。然后这里有分三个部分哦，宗教属于真理啊、善啊、美啊。啊、精神是属于荣誉，啊，有人比较肉体，比较接近野兽的。那法靠狼，你可以给他分类。哦，有的人很接近野兽，啊，讲八斗斗是野脑袋嘛，八斗腰都叫一个对嘛，对不对？他是用肚八斗八等叠形代记。哦，越上面的人，越会以理想作为诉求，可以忽略他其他的需要。这是他最高指导原则，都是一中行为的终极准指导原则。啊，这是效忠文化，那是天皇，我们效忠，我们有头的，哦，我没有讲他们功能不好，他们功能还是很强，就是没有效忠对象而已，那叫资源回收人。但是比资源回收人更糟糕叫什么？就是也，对吧？卖公个拍要拍一点了，就是比较接近人类原始本能的需要来维系他每天的运作，哦。啊，社会里面大部分是这种人哦，啊，有一部分比较所谓的他高尚哎，考大学啦，什么就是这种，也是无脑人士啊，就没有效忠对象了，哦，他用其他东西取代他，啊，我们是有效忠对象的，因为我们战争时代，我们有效忠对象，我们听命令办事哦，这不赶快艺术哦，下一张，哦，对吧？没有效忠对象，但是有组织有效率，其实资源回收的人也是很有，像香港也是很有效率啊。很有组织啊，可是他们是资源回收国地区啊，干不起啊！今嘛叫一个头被给倒的给中国要把头装上去，他们就反抗了，对不对？中国是不是要把头装回去？说你是中国人啊，叫你唱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歌，爱不爱啊？不听话的资源回收人 啊！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自然界的，所以这群人的话比较像是部落的形式，他没有在管理什么，没有那么高尚的诉求了。这群人，咱给规定，那我他加的好。村内不是我们的事情，他们比较接近这样族群哈、啊、部落形式。你慢慢，我这个只是给你们一个架构，开始去解读。你现在面对拉扎板狼六十万人的时候，怎么去解读这六十万人？突然之间你是议员啊，所有狼来举躬，哎，议员来通过这个法案了，好不好？我跟你讲，短时间里面你就要用我这个制度给他分类，给对方分类，你是属于哪一群的？是这群还是这群，还是有头脑的一群？你分类完，你才知道要听谁的声音嘛，对不对？现在知道哈、哦，你马上给对方分类，因为你马上面对一群人呢，一群人你准备要该管啊，每个人都互相矛盾的时候，你就要用这个来分类，然后再下判断。下一张，我都尬就在 people 哎，啊，所以后来就有 social 的社会不可以把这一群人放到上面去啊，那就完蛋，对不对？把这一群人放到上面也完蛋嘛，所以你们议员是。接点狼嘛，你们还没有头脑。刚才这位同心哦，我也是一开始没有沟通好，但是你慢慢听我讲之后，你就了解了嘛，你就了解啊，你就不会有那些误解。不能怪你，因为贵给够没弄，下嘴你也教育，教育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我就慢慢愿意有一个学习开放的心，那来学东西，好不好？哦，然后这个啊，这就有效忠对象。所以过去的臣民，每一个臣民，不管社会阶层，这跟有钱没有钱没有关哦。是每一个人都有效忠对象 OK， 然后现在大部分是资源回收人就没有效忠对象，但是我们少数已经被叫出来有效忠对象的人，他们来统治这些人。来再看、哦、下一张图很清楚嘛，没有效忠对象的时候，台湾人如果真的都是资源回收人怎么办？没有效忠对象就没有政治定位，就等于没有保护责任者，没人给你保护了啦，
你说我买天皇冠，拍谁啊？你就没有保护者了。大国争相掠夺的对象，那是大国争相掠夺的对象哦，意味着战争。台独代表战争嘛，台独代表震惊嘛。我不解释太多，时间的关系。独对台，单单对台湾人来讲，对美日而言都是战争代名词。哦，为什么？你把战争带进台湾岛里面了，所以中国以资源吸收资源回收人，对吧？都帮利多给你嘛，啊，我们这个岛里面的资源回收人就看到利多就过去了嘛，因为他只管利益嘛，他没有效忠的对象嘛，所以基底囊对底下脑啊，都是跟他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资源回收人啊，你知道不？啊，因为台湾岛里面如果大部分是资源回收人，他就吸这批人就好了啊，就造成台湾会乱啊。任何形式的独对中有利，最近不是政治人物说哦，台湾什么中立国，像没微博，是啊，嗨啊！你如果没有效忠的对象，中国说啊，这些人都不是，也不是你美国嘛，不是日本嘛，中国大家来唱啊，啊，唱到尾就是台湾来斗。他哎，战争的场地不会在中国，也不会在美国，也不会在日本，在台湾呢。大家角力的地方是在台湾呢，你也看没呗？你台湾人，你也卡在台湾来，对，并做大国相争的点吗？焦点在台湾呢，所有的团体在里面对抗呢，你也卡在没？没卡在啦，麦克行为微博。美国呢，需要知道，继续让中流，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对台湾洗脑，直接加剧东亚战争的危机。美国人，你若继续无让咱民进尽快起来的话，继续让中国流亡政府透过媒体、透过教育、透过新闻这些东西给台湾洗脑的话，它会直接加剧东亚战争的危机。除非美国从支持中流获利超过亏损。我一直在想，美国为什么过去还在长时间支持这个中国流亡政府？你难道不知道这个流亡政府对台湾是这种洗脑式的教育吗？和台湾人认为他是中国人了哦，你被勾狼被勾回复那个状态是不一样，这增加这个区域权力的平衡哦。那战争是一触即发哦。反而是这个问题哦，但是如台湾人若徛好在知影咱是虾米人的时候，这会消灭很多问题耶。战争不是在岛内，反而是会移到外面去，移到国跟国的中间那条线，不会拉到我们里面来。但是你让中国人跑到台湾里面来的时候，战争就在我们里面发生。我讲到很现实的问题哦，而且很绝对切身的问题哦。下一章，好了，这拢知影哦，大家拢知影这系统哈、哦。过去咱部落形式大陆王国。哎、欸，这都看过吧？没有看过，请举手。第一次看到，请举手。哎、欸，那下子，哎，好了，简单的介绍，不花多少时间，我还有啊、哎，我七分钟啊。来，过去咱部落形式大陆王国还西班牙经哈啊，后来西班牙、荷兰、大清帝国，它是属于什么掠夺者？掠夺者的是哪？公开拍掉的是，查甫人被跟女生发生关系，但是不愿意娶她当做老婆了，就是掠夺你的资源，但是不愿意对你负责任了。但是大日本帝国是紧接着收作他的领土的一部分，他就要对你负责任啊，就娶了你，我要照顾你一辈子到老到死啊，这样才对啊，对不？那台湾人那谁在让给掠夺？掠夺者殖民地就是这种态度啊，只掠夺资源回到他们自己国家去建设他自己的国家，不会留在台湾给台湾人啊。所以但打击不代表几百料，他做了永久性的系统改变，都是对台湾人把他成为臣民嘛，你就他天皇就对台湾人民有责任有义务。所以才会盖博物馆啊、美术馆啊，才会开博览会啊。没有人对殖民地做下后的代志，也表示说你是他的百姓，是他的人民，这样哈、哦。啊，过去台湾人还搞不清楚，继续在支持这个流亡系统。所以 ，Are you part of the regime who suppress the truth？ 你是不是还属于那一群压迫真理的人？现在黑顶梁外面的黑顶梁继续在支持这个投票支持中华民国投票黑痛哎，就是在。压迫台湾的真理啊！台湾的民进党啊，国民党内底本土派啊，亲民党啊，这内底人都是在搞这个东西的台联啊。你想说阿哥在迄个系统内底，你明明知影这是归进管在走啊，难不成你是当机哦？你继续在支持，你归进管要走啊？你搁个烂掉掉的，是搞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即马奉劝这几个党派内底本土台湾人。你的身份都确定了嘛？走出来嘛！咱即马台湾军要出发啦！我不管你过去做什么事情，你都给我们骗去啊！
但是呢，现在真理法理已经出来了，你就要归队，我们要整队要出发了，紧逮掉啊，不逮白虎啊！我现在是对那些不是在座各位的外面的人讲的哈，阿买是本土台湾人，啊，过去就过去就算了，但是我们重新整队出发，新的台湾军要起来了，以法理走的这条路哦，来下面再走，来来再下一页。OK， 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 in between， 在一个状态的衔接过程当中，真假状态，我们过去在假的跟真的，我们现在在过渡时期，我们在 legitimacy 就是合法的跟非法的过程，国民党是非法的，那是合法的，对吧？我们介于这个转接期，暂时的跟永远的，他们是暂时的，我们是永远的，我们在这个过渡时期，啊，我们在什么 downward 跟 uplifting。以前是 downward spiral， 一直卷下去，嘎，像漩涡该来的，但起码别跳出来。我们要得到真理，让我们自由，你知道？各一代人一头夹兵，都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被加米亚加给骗嘛，给用欺负嘛，那我都掏白嘛，但起码经历和咱掏白出来嘛，知道吗？就 uplifting 嘛，还有 nature 跟 nature， 告诉你一起奔头代人，你不是丢个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呢。他不是强租在你身上的观念啊，我就告诉你一个真理事实，你就得到淘宝嘛。来下一张，哦，我的时间没搞，所以我们会遇到几样事情，大家都要面对哦，就是怀疑跟混淆 ，doubt and confusion， 啊，来民进户啊，怀疑啊，就想很多事情，混淆 confusion， 我们会碰到什么 testing and decision making， 我们一直要检验东西，然后一直要做决定，遇到很多事情，会不断的。检验哈，还有学习跟准备。我们最重要的现在是要学习 ，learning， 大量的学习，大量的学习，哦，把学习当做你一辈子要做的事情，没有退休啦。我想这退休积极啦。人只要活着，你都要做事情；人只要挖掉，你都要想代志，都要学东西。没有什么太老这件事情了。活多久，你都要把它赚回来。怎么赚回来？透过学习赚回来，对不对？Learning and preparing 跟准备未来，成长跟成熟 ，growing and mature。我们在成长过程，民政府在成长过程中，要长到成熟，还离那个还一段时间。我们在过渡时期，奴隶跟臣民，奴隶过去是 slave， 现在变成臣民 ，subject 就是臣民，天皇的臣民。下一张，哦，来再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讲多，我跳，再跳，再跳 ，OK， 你看那时候。天皇议会大日本帝国去钦定宪法的时候，欸，天皇讲这句话就有意思诶。我甲你讲，广兴会议，欸，起码伫一八多少年，1889年讲的哦，万机决于公论，就是讲透过议会制度，甲所有的代志，大家讨论之后做决定。第二个，上下一心，盛展经纶，上面下面卖碟混接，一心来建设台湾，哦，官武一体，以至于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有倦怠。没人懒惰啦，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自己的才能，不管你什么才能，过去给他打压，我们有些人都被排除掉嘛，联考只有一个制度嘛，没，那这样每一个人各遂其志，人都不懒惰，都要努力的打拼，阿伯的台湾是这样就对了，哦，破除旧有的陋习，一本天地之 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求知识于世界，不是求知识于中国，好不好？那过去都求知识于中国嘛，不是这样啦，大日本帝国是 求知识于全世界啦，英国法国那时候日本时代都，对不对？明治维新是不是到处送人出去，全世界去收集知识，不是锁在中国，不是这样啦，哦，现在知道了，哦，天皇一准的是这样，一八多少年的是这样，很感人，很感动，哦，下一张，我只有几分钟了，哦，来，在这样限制底下，现阶段我们能做什么？帮助大日本帝国本岛人红豆烬生存下去，现在不是活得好好哦，来给把大日本帝国臣民从流亡政府、诈骗民主系统各党中叫出来，成立日本台湾军，清楚知道什么是生存战争。透过立法配合及监督行政部门，帮助台湾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知道什么是日本帝国的建设，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制度建设跟经济建设。然后第三个，当一个称职的衔接角色，台湾民政府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组织，发展方向确实很清楚的，就在美国宣布台湾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将正式成为正式治理台湾的政府，在受到安全的保护期间，建构一套可供未来后进议员参考的议会制度及文化出来。安全保护期间，免惊啦，
做不对决定不用怕啦，因为顶管有人保护啦，所以不要怕做错的决定。我们在学嘛，那种可能一概都完全都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叫做 grace period under probation， 所以不用烦恼，大家尽量发挥，他们不要怕东怕西，把个手绑脚，不用，你犯错嘛，本来就不会就是要学啊，不然怎么是，大家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你在被保护嘛，啊，人又可以做到退休嘛，啊，蛮勉强做唔到。然后学会，现在讲到重点了，学会如何倾听人民的声音，忠实反映在议会场上，好让行政部门准确的掌握民意，进而解决人民的需求，就这个意思啊。那目的是要真的是要为了人民的，为人民设想，对不对？没有错，但是是成熟人的为人民设想。来，再下去，我没有时间了啊，时间到了是吧？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下课。